心理剂的整个的信息。但今天我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呢？主要是因为这个礼拜发生了一件事。刚过去的这个礼拜，我请假，大家还有印象啊？那我为什么请假呢？因为是我们家族一年一次的聚会，每一年呢，我们都会安排一趟远距离的旅行。那这一次也是一样。那在旅行的途中呢，我们会买各地的名产或山产。其中有一天呢，我们到农产非常富饶的美浓跟岐山，那在那里我们买各种当地的水果跟农产品。于是呢，我们就聊着德国的水果跟台湾的水果有什么样的不同，这样的话题。结果呢，我母亲听着听着的时候，她就爆料，她爆什么料呢？她就自己一直笑笑个不停。我们就想到底有什么事情？她说啊，有一次我弟弟打电话给她。声音听起来非常的沮丧，一问之下才知道我弟弟已经血便两天了，他心里非常的恐惧，很害怕，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犹豫了很久，还是决定告诉妈妈他可能生了严重的病。结果就在他从台中打电话到高雄给妈妈的时候呢，然后在电话中谈起这件事情，然后妈妈听得出来，她声音就是很害怕、很惊恐，而且就是 不知所措。然后就在谈着谈的时候呢，我弟妹呢正好就从外面回来，她就听到她老公呢跟我妈妈呢通话的内容。她听一听，她就走进去，然后没多久她又走出来，就很直截了当的跟我弟弟说：“你应该是吃火龙果的缘故吧。”你这几天不是都在吃火龙果吗？那我妈这样听的时候，因为声音就传到我妈那一头嘛，声音我妈一听的时候，我妈就哈哈大笑，她就说：“哎呀，儿子啊，原来你是吃了火龙果了，安尼安那多大事啊？爸，你是火龙果吼，让你有迄个迄，让你惊着。”吼，妈就讲台语说：“你听恁爸的话吼，过两天，好过两天你就正常了。”果然。之后呢，我弟弟就安然无事。人遇到事情的第一个时间，总是会相当的惊恐。很多人会自己吓自己，内心忐忑不安。有的人呢就直奔医院，有的人呢就会找算命师好来算吉凶，有的人就像我弟弟这样子，会找父母、找兄弟姐妹。有时呢，我们人呢也是这样子。就连基督徒，我们在平静安稳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经历令人痛苦的困境。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你们的反应是什么？你们是害怕，是恐惧，还是你们很淡定呢？如果你们是害怕，当你害怕的时候，你会找谁？首先你会想到的是谁？诗人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做什么？倚靠你。”好，诗人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们来看以色列，他们是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国所灭；犹大国呢，则是在586年的时候，主前586年的时候呢，被巴比伦所灭。在那个时候，犹大国许多的精英都被掳到巴比伦去，而之后巴比伦呢又被波斯给灭了，以至于呢原来属于巴比伦的苏珊城就成了波斯国的首都。尼希米他是被掳者的后裔，也就是说呢，他是被掳之人，到了巴比伦之后生下来的第二代。然后他是在被掳之地，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成长。在主前五世纪，就是580几年的五世纪中叶，波斯王亚达薛西一世，465到424的这个年间呢，尼希米他官拜波斯王九正这个重要的职位，他是在波斯王面前伺候王的一个高官，也就是说他是。近身贴近王，得王的宠幸，得王的这样子的一个依赖的一个大臣。在亚达薛西王
20年，也就是鸡丝流月。那鸡丝流月呢，就是11月底、12月的那个冬天的时候呢，倪希米他在首都舒山城的宫中，透过一位叫做哈拿尼的兄弟，以及跟哈拿尼一起来到这里来拜访倪希米的这些的犹大人，他们呢就向倪希米传递了耶路撒冷的一些的恶讯。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呢，在犹大省遭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就被这些恶人呢给拆毁了，甚至于城门都被火焚烧了。那倪希米听到自己的国家，你知道城门城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护城的这样子的一个象征吗？所以呢，他就为了自己的国家完全被人家践踏，然后被这样焚毁，他感到非常的悲哀，于是他就难过、伤心、哭泣。在倪希米的时代，城墙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十分重要的，它象征的力量，它象征的和平，它也象征了这个国家的尊严，所以呢，保护城墙免受攻击呢，是每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倪希米为了耶路撒冷的光景呢，他感到相当的哀伤、难过、忧愁，但他不只是自己在那捶胸顿足，在那里难过，他知道靠自己一己的力量，他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他什么都不能够做，而什么也做不了。于是呢，他即刻转向神，他向神祷告，他全心全意仰望神，依靠神，要来改变自己祖国的这个恶劣的这个情势。不仅如此，这之后呢，倪希米他运用了他在王面前得以这样子贴身靠近王、伺候王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呢，无论是他的知识，无论是他的经验，或者他使用他的一些的方法，还有他使用他的一些的地位，他就是想方设法的要靠主来翻转他的国家目前的恶劣情势。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倪希米，他不单是祷告，他也要用他自己自身的能力，他希望透过祷告，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做一些什么，可以改变什么。所以这件事让我们看到，无论我们遭遇什么样的环境，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先祷告。就是先祷告之后呢，再设法帮助有需要的人，或设法来改变一些的困境。我们不能够老是在那里，就是很难过、很伤心，然后在那里呆坐。这是倪希米第一章的内容。到了第二章呢，从鸡丝柳月，我刚讲鸡丝柳月是几月？12月。第二章的时候呢，鸡丝柳月来到了倪善月。弟兄姐妹，倪善月是几月？倪善月是几月？3月。好，所以呢，从12月到3月，几个月了？4个月了。好，就3-4个月的时间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说呢，倪希米呢，他已经祷告了至少有3-4个月的时间。果然圣灵动工了，倪希米有了机会可以借力使力执行一件不可能的任务。那一天王宫里有一个酒宴，然后负责递酒的波斯王的那个他的酒政呢，倪希米呢，他却满脸心事，甚至于呢，他是愁眉苦脸的在王的面前在那里伺候。你们知道吗？在当时的王宫里伺候的，或者是在那里当官的人，都不能够有愁容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宫廷规矩要求所有的臣子呢，要在他们的脸上表现出、反映出他们服侍君王的那种喜乐的那种的态度，那种的那个心情。如果任何人愁眉苦脸的话，就是藐视君王，就是他服侍的不甘愿，服侍的很痛苦，这样君王有权可以就是赐给他死罪。结果呢，倪希米呢，他的愁容呢就被
以看到的。你们知道丑陋被王看到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很可怕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以西米后来他相当的惧怕，当王问他说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满脸愁容的时候，他就相当的惊恐哈。但是我们感到非常意外的是呢，虽然尼西米呢他满脸愁容哈，但是呢却没有让王怎么样不悦哈，反而王问尼西米说你要什么哈？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难怪尼西米又惊恐又害怕，然后他又祷告。我们又再次看见到尼西米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就在王问他你要什么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默祷天上的神。好，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都随时献上祷告，因为他知道上帝掌管一切，上帝有能力做一些事情，并且很重要的一点，上帝与他同在。就在这样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时候呢，尼西米他默祷仰望上帝的带领。在尼西米记当中呢，我们看见到只要尼西米说话，只要是他说话的时候呢，就有几句是祷告。所以尼西米他的行事为人，他的做事风格跟祷告都不能够切割，离不开祷告。他做任何事都跟祷告连结，不是做事归做事，祷告归祷告。我们看到王问他的时候，他这边跟王说话，而他那一边呢跟主祷告，好，也跟主说话。这边跟王说话，那这边跟主说话，好，这个榜样弟兄姐妹我们要学起来。好，我做任何事情一边做就一边祷告，一边跟人说话就一边祷告。尤其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只是一直说要讲四律，或者一直要跟人家分享你的见证啊，讲福音桥。在那个时候，你心里要像你心里一样，做什么事情默祷天上的神。这个之后呢，波斯王没有二话，